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啊，27页啊，讲到为什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第20个理由。那他总共大智度论举了21个理由啊，那这个是第20个。那这第20个是在说啊，佛说法。那么有很多种分类法啊，那么有时候一法，有时候二法，有时候三法，有时候四法，有时候五法等等，非常的多啊。那么这些都有所谓的法相。那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说离诸系论啊，离一切言语相、心缘相啊，所以啊，那么他就举这个例子啊来说明啊，离一切言语概论。好，那么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啊，那我们来看啊，这里讲说于经中多以三种门说诸法啊，就是说除了般若经之外啊，那么其他的经典啊，因为现在是把般若经跟其他的经典啊做分开啊，那么般若经是专门在讲啊一切法空的啊，离诸系论的诸法实相的。那所以啊，基本上这里就是从四悉檀啊，就是说龙树在讲般若波罗蜜经之前，先用四悉檀来概分一切佛法。那么其他的经典啊，那么多数都是在三悉檀里面。那般若经是主要是在说啊，那么第一悉檀啊，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三悉檀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讲于经中都以三种门说诸法。那这个经里面有把佛法说的这些所谓的名相啊，叫做数，那么从1到10，乃至到这个12、98啊，那么这个都有所谓的特别列出来啊，整理出来。那这里主要是以三种门啊，就是用三种啊分类啊，其实是分类法。那么所谓的善不善无忌。啊，善门不善门无忌门啊，那这个我们比较知道啊。那么善啊，其实就是对于现在跟未来自己跟他人有利益的啊，那么可以助道啊，那么可以引起福报、引起智慧的这个法啊，那这些一般都列到善法里面。那所有的宗教都讲善，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但是这个善的定义啊，其实各个宗教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婆罗门，他认为杀生祭祀这个是善，但从佛法来讲，杀生祭祀是不善啊。那么从这个苦行外道来讲啊，那么这个像前面讲啊，那么苦行啊修行这个是善，但是啊佛法来讲，无意的苦行、刻苦的修行也不一定是善，反而是障道法啊。所以佛法里面，在还没进入出世间法以前，那么你先要了解世间的善跟恶，所以。啊，四种正见，世间四种正见，先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人，那么有时候善的把它当恶的，恶的把它当善的，啊，那所以佛法第一个要先知道有善有恶，啊，那么至于有善有恶，是所有的宗教都知道有善有恶，所以他们行善断恶，但是。
善的定义在哪里，恶的定义在哪里，这个各个宗教讲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其实要清楚明白那么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了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说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要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正确不正确的你再怎么用功徒劳无功徒劳无功就算了，还背道而驰那这个就冤枉了那么第二个要掌握的就是适合它适不适合你，虽然是这个一般来修行是正确的，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这个确实是可以治病的药，但不适合你的体质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要掌握的，就是你一定要适合你。第三个就是你要相续持续，你没有持续它就达不到功用，它虽然也正确也适合你，但是你半途而废，那么你就会功亏一篑那么所以它需要你持续，你只要确认它是正确的，而且是适合的，那么你就坚持相续那么这样就可以成功但是最重要要是它是正确的就是它是善或不善那佛法里面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问题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这佛法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么基本上在家来讲出家跟在家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出家的正命跟在家的正命不一样那么有一些是共的，有一些是不共的那么出家你这个在家你这个贩卖贸易这个是允许的，这个是正命，但是出家你贩卖贸易这个就不正命了所以它又有分它又有分，那么这个你都要弄清楚。那一般主要是善跟不善就是我们所造的业，我们造的业基本上有善跟不善，主要是这两个。那后来就在善不善中间就在善不善又加了一个所谓的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不善。那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有善有不善，那也有所谓的非善非不善那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心性业烦恼这个就是这个心性跟业都有所谓的善不善跟无忌那无忌就是非善非不善就好像你去开门，你拿水来喝你走路这个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善不善可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法或一个行为。好，那所以这里用三种门就其实就分三类了三门就分三类来说一切法，大概分这三类。那么现在要说的就般若基本上我们说离一切言语那么非善非不善也非无忌那么毕竟空相，非善非不善非无忌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因为它离一切语言嘛，你有说有所言说相那么就落在所谓的善不善无忌里面。好，那这个是般若，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因为要离一切言语相，所以说般若波罗蜜。那么一切法相那一切法不外乎是善不善无忌，那离一切法相就是非善非不善非无忌其实是这样。好，那么所以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基本上前面都是了那么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是龙树在还没讲这个般若经的正文之前先说明般若经之所以出现在世间，那么它主要是跟其他的经有什么差别那有什么作用那么来显现，就此来显现般若经的殊胜其实是怎样其实是这样就是般若经的出现对于我们
的修行，或是我们可以证入这个实相有很大的帮助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有很多的三门啊，就三类，分三类啊。那接下来都是三类的啊，都有三类啊，就非常多。但是他举例啊，就是佛法分成啊三类的。第二个叫做学无学跟非学非无学。好，那这个学无学、非学非无学啊，我们可以看啊，基本上啊，这个一切众生就分成凡夫跟圣者。那一般我们是这样分啊，就是六道四，六凡四圣啊。凡夫一般分成六种啊，圣者分成四种。那这个四种基本上这个是就声闻来讲啊，就声闻来讲。那么一般四圣是声闻菩萨啊，声闻菩萨、声闻辟支佛、菩萨佛啊。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就圣者来讲。那凡夫其实就是非学非无学，因为不管学还是无学都是圣者。那么他非学非无学，那么他就是凡夫啊。那么学圣者里面啊，依声闻来讲啊，那么主要是四果啊，我们说我们叫四双八倍啊。那出果之前有个出果相啊，三果之前、四果之前有个出果相，那一般就是四果。那四果的话，这个出果、二果、三果啊，一般叫学人，学人啊。那么有时候叫有学啊，有时候叫学人，或叫有学啊。这个学法就是有学法，这个是无，那这个就是有学法啊，这个叫做学法啊，有学。那么出果、二果、三果。啊，所所作已尽啊，所作未尽啊，就是他应该修的还没修完，还没修完。那无学就是啊，所作一半了 啊，这个是所作未半啊。那么烦恼还没断尽啊，所以这个就不用再学了啊，这个叫做无学，这个叫做有学。那么出果、二果、三果都是有学，叫做学法啊，证出果、二果、三果的方法啊。正阿罗汉的啊，无学法就分啊，有分这样分，叫做有学无学。那这里讲的所谓的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啊，这指的这三类的人啊，那么他所断的不同的烦恼啊。那么三断啊，接下来他有讲啊，所谓的这个见地断、思维断跟无断啊，见地断、思维断跟无断。基本上是这样啊，一般叫做见所断，或者说叫做见断、修断、非断啊，或是不断啊，反正就是翻译的不一样啊。那么这里的见地断啊，就是见所断法啊，修所断跟非所断啊。那么基本上也是啊，这个是所谓的出果啊，出果是见所断啊，见断啊，断三结。那么修所断二果跟三果，那么阿罗汉无断啊，就四果啊。那另外有讲到所谓的三种色，这个就是做三类了啊，三种色。那么色法，这个是色法。一般阿含经主要是分色法跟心法而已，啊，一般只是这样啊，有肉法、无肉法，有肉、无肉。那有肉法主要分色法跟心法，啊，那无肉法就是涅槃，啊，一开始只是这样。后来阿毗达摩就越分越细，越分越多啊，就色法里面啊，那么心法里面又分心心所，心跟心所，那么心跟心所之外啊，还有一个非色非心法，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但是它是有肉法，也不是无肉法啊，又有这个非色非心的。啊，非色非心法，那他就把它叫做不相应行法，或叫做心不相应，啊，不相应行法。其实它就是非色非心法啊，啊，或叫做心不相应行法，啊，那就越分越多了。那涅槃后来又多两个啊，那虚空喜，这个叫做则灭无为，这个叫做则灭无为，以智慧的检择观察，那么灭除一切烦恼的啊。所以叫做则灭，则灭的无为
啊，不是有肉无肉了，这样写错了，有为无为了哈，写错啊，有为无为，有为有为法跟无为法啊。那么这个是则灭无为，那么从则灭无为本来只是讲涅槃，后来又多了两个啊，叫做虚空跟非则灭啊。但是到底有几个这个部派，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啊，那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啊，最多立到九无为，但是彼此列的又不一样，所以有十几个啊，虚空跟非则灭。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啊，那这个设法心法啊，心所法又有一个非不相应行法啊，那一般其实只是设法跟心法。好，那么设法里面，啊，它基本上有三种设法啊。那么参考这个《大乘观无蕴论》啊，其他的经典讲的啊，那么可见有对啊，这里注解有啊，就是有障碍，一般我们叫执碍，设法是有一个特点叫执碍。执碍就是物质，物质性的，它占空间，它占空间啊。那么它有，它可见，执就是它有实在的东西，然后它占空间。所谓的爱就是障碍，就是这个东西放这里了，其他东西就不能放了，它占空间啊。那我们来看它底下有所谓的注解啊，那注解底下啊157这边啊。那他这里讲啊，所谓的有障碍啊，底下啊，那么设法基本上是所谓的实色处啊。那么实色处，我们基本上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的身体啊，眼睛、耳朵、鼻子这一些，我们基本上是舌处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不可见有，这个可见有对的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啊，啊，这个是感官哦，这个是器官啊，跟身，然后所对的色声香味触，这个都是色，但是有分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那比如说青黄赤白啦，长短方眼啦，这个都是可见的啊。那么这可见的里面，这个所谓叫做显色，显而易见的东西啊，这个是可见有对。就是眼睛可以见到的，这个只是从眼根里面啊，就眼睛见得到的，比如说这个白板、这个板擦、这个木板啊，就这些都可见的，而且有对啊，就是有对都是在占空间啊。那么另外有所谓的不可见，但是有对，就是他看不到，但是他也占空间啊。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微细色，一般来说，你如果用显微镜，你就看得到。啊，但是虽然它维系，它还是占空间，啊，一个细菌在这里，那其他的细菌就不能在它原来的地方。即使是病毒，病毒那么小，它还是占空间，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它基本上说，这个眼等五根的清净维系色，啊，就是我们的神经啦，啊，例如像视神经啦、眼神经这些，它还是占空间啊，但是它不可见，啊，那现在用那个显微镜啊，或是用一些特殊的仪器，还是可以见到。啊，像那个原子、电子、质子，那个也不可见啊，但是它仍然占空间啊，其实是这样啊。那叫做清净微妙色。另外，像声音、香味啊、味觉，那个这个冷热这种，那么基本上它也归在色法里面，但是它不可见啊。那就像电流，你也见不到，但是它仍然是存在有的占空间的啊。那可以说不可见有对。啊，其实这一类的不可见有对，好，然后像地水火风四大种，就是我们的原子，啊，这一些我们叫做粒子，啊，它仍然是占空间的，啊，但是它不可见，好，另外一个就是不可见，那也不占空间，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无表色，啊，那三摩地所生色，啊，那它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像界体有些说它是无表色，啊。那么它也不占空间，那比如说业啊，那你所造的业它不占空间啊，但是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说它可能也有业，有所谓的业相啊，那基本上就是无表色啊，那么三摩地所生色啊，就是你修禅定那么看到的一些色法，好，升起的一些色法，好，那么这一些是三种色的分类
好，那大概啊，那么这个在《大智度论》卷二十里面啊，探讨了很多这一些的啊，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啊，在第这种讲义的第二册啊，卷二十里面讲了很多阿毗达摩的啊这个这些东西。好，那么再往底下看啊，另外的就是一般的啊比较简单的说法啊，它就是举例而已啊，举例啊，只是说这些名相比较复杂一点啊，那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底下有讲啊，可见有对的，像色尘啊，要举杂含的啊，我们看注解啊，不可见有对的，眼耳鼻舌身五圣一根啊，不是我们这个五根呢，是五圣一根哦。啊，其实就是神经，类似神经系统这一类的，还有身香味触，啊，色身香味触嘛，五根五尘嘛，啊，那么另外啊，除了色法之外，其他的啊，身香味触，另外有所谓的四大种啊，这里没有写啊，那也是那不可见无对啊，那么他这里有讲到所谓的意跟法，但是他这里主要是指三种色法，意跟法是指心法。意根法是指心法，那么如果是三种色的话啊，那么意根法并不是色法，意根法并不是色法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分开说。那么这里是讲啊，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跟不可见无对。但如果是从三种色法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色法里面不可见无对的啊，那么就不是意根法，因为意根法是心法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分开说啊。好，然后再来翻过来啊，没有，还没啊，底下还没讲。另外所谓的上中下啊，那么上法、中法、下法啊，那么小大无量法啊，那么所谓的种种啊，就是做三种分类的话了啊，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只是在举例说，其他的经典就在说明这些法相，其他的经典要述说这一切法相缘起的法相啊。那么般若经也说，但是最重要的在离一切相，说一切法啊，其实是这样。好，我们翻过来看二十八页，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就是讲般若经的二十一个理由啊，这是第二十一个啊。那我们来看啊，这应顺老师的标题是以义法门说诸法门。好，那么复次于经中说四念处随声闻法门。好，四念处是佛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也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根本的修行啊。那么最常见的基本上就是四念处跟八正道啊，这个是最常说的。那四念处这里啊，像我们说南传的其实是非常重四念处的。那么阿含经里面他一直说到四念处是一乘法啊，就是唯一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主要的修行方法了啊。他说这个声闻法门啊，说四念处这个是就啊解脱法门啊，随声闻法来说的。那怎么说呢啊？那这个在大智度论的卷四十八，我们刚才讲说那个阿毗昙的啊什么法几法几法，这个在卷二十里面啊，那么有很多解释。那这个四念处有一卷专门，有一品专门在说四念处啊，你就知道它的重要。这个在大智度论的卷四十八有一个啊四念处品啊，就专门在说四念处的。那四念处在各个阿含经里面都很明显的说到啊，那么主要就是所谓的观身受心法啊。好，那这个如果讲到卷四十八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说啊。那现在先，他现在主要是在说般若经跟其他的经比较大的不同跟差别。那么于经中说四念处随声闻法门啊，那这个什么叫做四念处，声闻法怎么说四念处，底下就是声闻法怎么说四念处了啊，就是一般的经典怎么说四念处。那么比丘观内身
啊，基本上他深受心法里面啊，那主要是内身、外身、内外身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他说观内身三十六物啊，那我们知道身念处里面，身念处里面观身就是观身，主要是观身。观身主要有三种，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观这个身体啊的组织构造啊，就是它是身体到底是什么合合的，五蕴身是五蕴嘛啊，但是单单就这个色身来说啊，如果从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身体来讲，它基本上就是五蕴啊，或是六处啊，或是六界。但是如果单单就这个色身来讲，这个单单就色身来讲啊，那么它到底是哪一些组合而成的啊？那基本上这里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举的是有三十六物啊，三十六物。那三十六种底下啊，那这个底下是引杂含啊，引杂含。但是《般若经》也是举三十六物，三十六种。那这三十六种有一些经典讲的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他说的列哪三十六种，有时候有一些不一样。那有的说也比较常见的难传的比较常见都是说三十二种啊，三十二种啊。那这里是说三十六种啊。好，那这里啊，我们来看啊，他说观内身有三十六物，其实就是有哪三十六种组合啊。那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讲义，那他引的是杂含啊，那般若经本身也有引出来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杂含的啊，那法毛爪齿啊，尘垢啊，那一般比较有些没有用尘垢这个法啊，但是就是大家列的不太一样啊。那么因为有时候是翻译的问题了啊，比如说像如果是这个，比如说啊，《清净道论》他教你怎么念嘛啊，因为他们很重视一个一个观啊，一个次第观啊，他把它分成所谓的六组，总共有三十二个啊，没有。它总共有所谓啊，这个三十二个分成六组啊，分成六组。那五个五个一组啊，那后面是六个一组啊，那总共就是三十二个啊。它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照着念，那一个一个观啊。那比如说，它第一个叫做法毛爪齿皮啊，那这里的次序是法毛爪齿尘垢啊，流言皮肉骨啊。如果因为他要做官，他要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所以他把它分《清净道论》是把它分成六组，方便背诵啊。那你一个一个观啊，你不可能拿书来对照啊，没有，你就是要背起来，然后一个一个观。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啊，类似像这样背啊。那么另外如果说啊，我们先讲啊，这身念处主要有三种。一个就是观这个身体的构造，观身体单单是色身而已，不是五蕴身心哦，单单就是这个色身的身体构造。那么把它分成三十六种，这里是分成三十六种，那么南传的基本上是分三十二种啊。那里面到底是哪些有，哪些没有啊？这个有一点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一些列的不太一样啊。好。那如果一个是观这个身的组合啊，三十二或三十六，另外就是观这个呼吸啊，这个也是观身的出息入息，叫做安那波那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啊，一个是出入息，一个是观内外身啊，就是观身，就是观身的部分啊。我们写一下好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四念处啊，观身的部分。它其实也是观五蕴身心的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四念处，
身受刑罚。这个其实就是心啊，受想行识啊，一般五蕴叫做受想行识嘛，这个就是身啊，身心的结构。那一般我们叫色法嘛，那这个叫做色。那你看受啊，想行啊，它基本上心就是包括这个是受想行下来，然后整个心的啊，比如说啊，这个是受嘛，这个是身，这个是受，色受，然后这里基本上就是想跟行，想、行、识。那这个就是五蕴啊，啊，观一切法啊，就是说观五蕴、无我啊。那基本上它这里啊就是观，基本上这里是观不净啊，一般不净苦、无常、苦空、无我。啊，就无常不净，无常苦我啊，基本上都，那这个有总观有别观，它有总观有别观，啊，总观就是多观，即使身也观不净无常苦无我啊，就是总观是观不净，啊，总观跟别观。那是先别观，然后再总观。那别观就是身受心法一一观，身是不净，受是苦，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这个是别观啊，这个是别观，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那总观的话，就是身不净，身苦生无常，生无我，那么受不净，受苦，受无常，受无我啊，都是这样啊，就是总观。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先知道所谓四念处有总观有别观啊，那么这个里面啊，基本上不离开五蕴身心，不离开五蕴身心，不离开五蕴身心的观法啊。佛法的修行基本上你会发现到佛陀教比丘修行基本上都是你不用费很多功夫的，啊，举个例来讲，比如说你观呼吸，啊，那你自己就可以有了，那你观这个身，你自己就可以观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从观察五蕴身心，比如说你观察你的烦恼，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啊，那么从你的身心去做观，或从你的环境六处，啊，你眼睛所面对的境界，这个境界。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就是现前你所看到听到的，那么引起你的什么反应，那你所看到的，那么 是事实不是事实，它为什么这样会变成这样，你就是从这个果里面去观它的因缘变化啊。那么这些都是随手可得的，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啊。那么后来的修行就有一点点复杂啊，比如说你要观佛像，观落日啊，那么这一些就有一点点比较复杂一点啊。那你要看落日啊，然后落日观到哪里到哪里啊，就是那你那个就有时间线，有地点，有时间的限制啊。那你要观佛像也一样啊，就那你当然你随身带着佛像，那就也还可以啊，但是他这个就没有办法随时，后来就越来越复杂了啊。比如说修法就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好，那你说楞严经，那么楞严经他要去取大白雪山的牛粪，挖七尺深的这个土啊，那么这个就有一点点变成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好，你说药师经，药师经要做药师坛啊，要点那个49盏的这个油灯，每一盏灯都大如车轮，要挂那个明幡啊，要解五色线，要什么哦？这个还要供养七尊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没有钱的人哪里做得到？没有钱的人做不到，啊，那么就是后来变得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个就是后来的啦，这个是后来他变成，你看佛法里面的修行就变成要费很多心力，啊，那要费很多时间啊，像我们有时候办一个法会，啊，要布置坛场，那没有钱的就怎么布置啊？没有钱的布置不来啊，啊，那么没有人的也布置不来啊，啊，没有很多人的
根本法会就办不来，就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其实佛陀的教法其实非常简单，你一个人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观察你的身心啊。那室内我们说观身最重要的啊，你观察自己的身体，你还要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不用啊，你随时可以观啊，你只要心静下来啊就可以观了啊。你观察你的身，观察你的心，观察境界都一样啊。那这个是其实佛陀的教法比较着重在五蕴身心上啊，就在五蕴身心上修行啊。那么因为我们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执着这个五蕴身心，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执着这个五蕴身心，喜乐就是喜欢爱着赞叹懒着，喜欢啊就是喜爱了啊，喜爱赞叹懒着兼著，这个是阿含经的说法。喜爱赞叹懒着兼著啊，就是说你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懒着这个身心，就是我见我爱嘛。所以就因为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只取这个五蕴身心懒着一切的境界，那么所以你就从观察身心无常无我境界因缘和合啊，无有一切无常无我，就这样去对治它啊，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只是后来的方法就越来越让人家就是要修行显得很不容易了啊，显得有一点力不从心，要很多人配合，要很多因缘配合，要时间配合，要地点配合啊，这个就越来越困难了啊。那其实佛法的修行它基本上就是它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知道好，那现在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要讲啊，四念处这个身啊，这个身啊，现在只是告诉大家啊，四念处其实就是对五蕴身心的观察。好，那四念处里面的身最重要的啊，最主要的啊，它里面的你四念处的这经文拿来看，最主要其实就三点啊。第一点啊，就是所谓的不净啊，这个观身三十六种，观这个身啊，有三十六身分。就是身体的组合是什么？就好像佛法里面你执着我，那就告诉你，那我是什么组成的？什么叫做我？好，那你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因为你执着就是执着这个我，就分执着色受想行识而已嘛。你执色以为我，你执这个色以为我，那执受想行识以为我，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直观的话，那你就好一一观一一观啊。那么有三十六身分，就部分啊，有三十六种组合，组合成这个身体啊。那另外啊，所以你就是一一去观啊。那当然还包括不净观也在里面啊。它这里有两种，就是观这个身，主要还是看它的不净啊。啊，然后或是观他身哦，是说看这个人死掉啊，那个他的身体的变化，他去掉你的执着。第二个就是观呼吸啊，叫做出入息，观三十六身分啊，他基本上这里就是观啊，观身体有三十六种组合。那第二个观这个呼吸啊，观呼吸容易是专注，那从呼吸里面知道无常无我啊，那基本上是训练你专注了。那观呼吸有很多种观法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要不观出息，要不观入息啊。那么或是观这个出入息的这个点啊，出入息这个点啊，反正就也有很多种观法。那么出入息没有办法直接观，那就在前方便叫数息啊，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或是数到十，最少要数七，最多数到十，也不要超过十。那你可以数出息，也可以数入息，也可以出入息就数一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种，也有很多种教法啊。那么我们叫做观呼吸，那观呼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安那波那，出息跟入息。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四威仪，行住坐卧啊。那么你走路的时候，你是心放在我这个走，你就专注在你的这个脚下。啊，那你知道你在走路，我在走路，我右脚起来，我右脚下去啊，那我坐下来啊，那么我站着啊，我躺着，反正就是你他还是训练你专注啊，就是行住坐卧啊，行住坐卧。
那通常都是醒啊，都是惊醒啊，通常是惊醒啊。那一般佛法里面主要是惊醒跟愿坐啊，惊醒跟愿坐。当然卧也有人修啊，就是睡躺的时候观冥想啊，怎么样呢、啊？那主要就是惊醒。那注意你的脚，注意你的感受啊，这一些啦，这样是观身念处里面主要的一个修法是这样。好，那这我们稍微知道啊。那么因为四念处的书非常多啊，南传北传都有啊。那北传的话，之前妙净长老也非常强调要修四念处，因为北传强调修四念处的不多，北传后来都强调念佛三昧啊，都念佛啊，都以念佛来代替啊一切的修法。那密教基本上是比较强调持咒啊，或是说修观想啊，本尊啊，或是修那个青黄赤白啊，绿度母、白度母啊这些的。好，那四念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好，我们往底下看。那么他说，观内生三十六物，除欲贪病，就是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他就告诉你这个身其实就是啊，这个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清净美好啊。那另外啊，他说如是观外身啊，就是内身观完观外身，然后观内外身。那这个在《大智度论》卷48四念处品啊，就是解释四念处的这一品，叫做四念处品。卷48有一个四念处品，专门详细解释啊。这个到时候大家有空，这个可以先看一下啊。那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解释啊。卷48啊，有一个四念处品。专门解释四念处的，那我们说前面这一些在卷20里面，啊，有解释很多什么法的。好，啊，所以就是他会讲到很详细的，关于四念处的讲到非常的详细啊。这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来看。那这里说到啊，观内身外身啊，他有问那什么是内身，什么是外身，为什么观完内身外身又要观念外身，问了很多了啊。那时候我们这个就大家可以先去看，或是我们到时候再来详细讲。好，那现在就不讲。那今于四念处欲异门说般若波罗蜜啊，异门就是跟他们说的不一样了啊。那像前面啊一样啊，所以异门啊，以异门来说啊，这个三法啊，这个善不善无忌啊，学无学，非学非无学啊，就是跟他们说不同的啊。好，另外他说如所说啊，那么这个异门就是说的不一样。好，那怎么不一样呢啊？我们如所说啊，这个是般若经说的，这里面的文是般若经的文啊。菩萨观内身，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以无所得故啊。如是观外身啊，就是多了一个于身不生觉观。那一般声闻法就是观内身，然后有36种啊啊，其实上除贪忧了，一般叫做除贪忧啊。那么这个般若经里面的说法啊，就是不一样。他说观内身啊，那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以无所得故啊。我们把它对照看比较会清楚了啊，我们把它对照看。他这里来讲啊，就是般若经，他在解释为什么要说般若经啊，那来显示般若经的重要啊。声闻法啊啊，声闻法是其他的经啊，声闻法，这个菩萨法以般若经为代表啊，这个是般若经，这个般若经是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般若经。好，那声闻法比如说啊，观内身啊，比如说同样是四念处，
那么一般的经，其余的经就是般若经之外的经啊。那么通常是指阿含经啊，啊，通常是指阿含经啊。那么因为初期大圣的时候，那么所对的就是主要是阿含经啊，主要是阿含经。那个时候还没有初期大圣，已经有一些大圣经了啊，但是还没有那么多啊。那么所以余经基本上指的是阿含经。好，那么比如说他来讲啊，这个观身。观身，四念处里面的观身。那声闻法主要是观身不净啊，或三观身无常无我啊，主要是这样啊。那我们说它有36，比如说啊，观内身啊，我们对照看啊，把它写起来，对照看就知道，观内身啊，36物。那基本上是除欲贪病，它。经文叫做除贪忧了啊，那我们就照他写的没关系啊，除欲贪病，除欲贪，好。那菩萨法呢？啊，菩萨法不是一样是观内身，一样是观内身。啊，但是怎样啊？他说，于身不生觉观。余生，他不是观内生36物了，不是了。余生不生觉观，他一样观身啊，他也可能还观36物，但是他是主要在这里。余生不生觉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觉观这两个词。余生不生觉观，为什么？以无所得故啊。那基本上无所得啊。是般若经一个很强调的重点，大圣的三心啊，就是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大悲心，一个是无所得心，就是成佛的三心啊，大圣三要啊，我们叫做学佛三要啊，大圣三心。般若经里面很强调的，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一切自智。啊，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讲般若经的时候就有讲了，啊，第一堂课啊，第二堂课我忘记了啊，就讲般若经的时候就有讲啊，我们再重复一下没关系。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作意就是发心了啊，一切自智啊，应该是这样，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一切智是佛，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那么基本上就是要成佛了，要成佛，其实就是成佛的心，这个我们叫做菩提心，这个其实就叫菩提心。大般若经或般若经的说法叫做一切智智相应之，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大悲为上首。这个是大悲心啊，度一切众生的心，无所得为方便啊。他的经文是这样啊，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啊。那么般若经的一个宗旨，我们说每一本经都有它的宗旨嘛，修行宗旨。般若经的宗旨就是三心行六度，以三心行六度啊，或是说六度四摄，六度底下有四摄。以三心行六度啊，《金刚经》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般若经的一个心要，就是以三心行六度啊。那么六度是菩萨行啊，那三心是菩萨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呐，啊，这个重要，它是一个它的重要。那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无所得就是诸法毕竟空的智慧，其实我们叫做性空慧。有时候叫性空慧，那也可以叫空性慧，啊，知道一切无自性空啊的智慧，啊，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跟心比起来，它就是无所得心，啊，其实就是性空慧，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大圣三要，啊，也叫做学佛三要。好，那这里的以余生不生觉观，以无所得故，啊，因为。啊，性空慧就是有般若的慧了，有般若慧了啊，有般若的智慧。好，那么
以无所得故，这里讲啊，以无所得故。无所得，因为他不执取啊，那么所以看他就，因为他重在无所得，重在无所得啊，那他是重在啊处欲贪啊，那当然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有些问题来了，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身观这个身观这个身而不生觉观呢？啊，他也有讲啊，这《四念处品》里面也有讲啊，我们先下课好了啊，等一下再讲。
对吗？好，我们再继续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不生觉观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啊？那么于生观这个生，但是不生觉观啊，觉观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来讲这个怎么样于生不生觉观，这个在卷四十八里面一样有讲啊，就是他解释四念处啊，因为他这里讲的在四十八里面，卷四十八里面有解释到，他说怎么样观生而不生觉观，不生生觉就是这里讲的。他说不取啊，他总共啊列了两点，第一个啊不取生依意相而生细论啊，这个是总说。那种种的细论，那怎么样就是不取生一意象，一跟一啊，来生细论呢？他说众生于生中起种种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什么是觉，什么是观。有生净觉，清净的啊，这个想法；有生不清净的，这个生是清净或这个生不清净啊。那么有生嗔啊，当然也有生爱贪爱啊，生嗔生贪爱。那么生嗔就念他过罪啊。那生这个清净，他当然就生起贪爱啊。那么有生嗔啊，念他过罪。有人观此生啊，生为合法，诸生分边为一为一，这个是在解释这里的啊。生一一相而起细论，不生这一些都不生起啊，没有这种想法。如是种种觉这种观念概念，所以者何？以这样想没有利益，无所利益，妨涅槃道。便不能让你得解脱，啊，那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观身三十六种，基本上是一种不净观，啊，那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修不净观修到起嗔恨心自杀啊？那么他就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好，那么另外他说，凡夫声闻人要取身相而能观身，要取这个身相才能观身，菩萨不用取身相，他就能观这个身，啊，那所以。他这个叫做怎么样观身而不生身觉啊，以无所得故。那第一个就是菩萨的观法啊，跟声闻的观法不太一样啊。好，那现在再来讲啊，什么是觉跟观啊？那一般我们这样讲啊，就是说觉是啊，我们把这个写完啊，这个是对事理微细的观察啊，心之细心。对这个事理做微细的观察，微细的思考，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啊，比较比如说玄奘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是北传的说法。那么南传的比较偏向于啊，我们把这个擦掉。那我们先讲这个啊，等一下讲南传的好了啊。那基本上啊，罗什啊，鸠摩罗什大智论里面，它是翻作觉观，有觉有观。那么玄奘基本上就是寻事，有寻有事，或有寻无寻有事，无寻无事啊，基本上这样。寻是寻求，事是视察。那么他说这个是心的粗心啊，细心，对事理粗略的思考，这个是对事理比较微细的思考。那一般会举这个一个比喻，比如说钟，你敲钟第一声响的时候，这个是寻。那接下来，那个比较余响啊，第一声响之后那些余响，它就是事啊，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心的寻思，那就是你刚开始啊。那么南传的说法基本上是这样啊。就对这样来讲，南传的，啊，那从粗略来讲，这个就是那个比较粗跟比较细，第一声比较粗嘛，第二声之后就比较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么依南传的这个所谓的觉观跟这个觉跟观的一个说法啊，基本上是刚开始专注于所缘的时候啊，那么初始啊专注所缘。啊，就专注于所缘，就好像钟一开始响很响啊，专注于所缘。
这个是所谓的觉，啊，就是寻啊。那么观，就是开始，就是之后安住在所缘，啊，就安住于所缘，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啊。那么这个就变成比较。初始专注就是你把那个心投注在那个所缘境上，那个是寻啊，比如说你呼吸啊，那么一开始你要专注在呼吸，后来就渐渐安住在这个里面，这个所缘境里面啊，那个就叫做观啊，就觉跟观啊，那么安住在所缘，那么这个是所谓的，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比较粗的部分，专注其心与所缘啊，那么这个就是心啊。啊，那么专注其心与所缘，那么之后安住其心与所缘。那通常这个是所谓的觉观跟寻视，啊，就是心的一个粗细程度了啊。那么一般简单讲，这个叫粗分别观察，这个叫细分别观察啊，就比较微细的、比较粗略的啊，这个思维观察啊，这个是。比较维系的思维观察，那这个是所谓的觉观啊的一个不同。好，那还有啊，我们讲到这个36身分啊，或32身分啊，另外有一个也可以讲，就是在观身这一部分，观身这一部分，我们刚才说啊，主要观这个是身念处里面。主要有三个嘛，啊，一个就是所谓的观不见，这个身体的组合，36身分啊，这个是北传的啊，南传的基本上是32身分，南传的基本上是讲32身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安那波那啊，观呼吸，出入息，啊，我们叫出入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行住坐卧啊，主要是行啊，那么其实就是四位啊，行住坐卧，因为它也是身的，这个是身的一个动作，这个是出入息，这个是身的组合啊，就不一样。那么行住坐卧都是身的动作，另外有一个观身的啊，就是它是把这两个组合起来啊，那来说啊，它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观身的啊，是所谓的，但是它不在身念处里面，它基本上是在五庭心观里面有一个。五庭心观里面，我们记得上次有讲过，有一个叫做界分别观。界分别观，这个是五庭心里面的，这个是四念处观心的，四念处里面观身的部分。这个是五庭心。那么五庭心里面有一个界分别，其实就是四界分别。那么世界基本上就地水火风，啊，那它也是属于这个，其实世界就是身的部分，它其实还是观这个身。那么把这个36身分里面主要身的部分，主要是地跟水的部分，地加上水。那么依南传的啊，清净道论来讲啊，那北传的是36种，南传的是32种，32种里面啊，就32身分。地里面有20种，水里面有12种，啊，尿啦、涕唾啦、血啦啊，这一些水的部分有12种。另外火的部分跟风的部分，风就是出入息是也其中的一种而已，出入息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他把这一些加起来啊，就是火有4种，水啊，就是我们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合而有的，身体是由地水。如果依四大种来讲。啊，所以它叫做世界分别观嘛，就是从四大种里面去看。那么这个水、地、水、火、风啊，这写错，火、风啊，地、水、火、风啊，出入息是包括在风里面啊。那么风有所谓的6种，那么基本上这个加起来32、42，就42身分。这个加起来就42种啊，就变成这个身体有42身分。啊，就有这样，也有一种啊，这个是世界分别观的，这个是五庭心里面的啊，就是有42种。
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是36种或是32种，那南传的基本上是32种。那这个是只是地跟水，只是地跟水啊。爪法，比如说法毛爪齿皮啊，法毛爪齿皮，那么这个是都是地跟这个是地，这个都是地物质性的啊。肉筋骨髓肾心肝鼻肺啊，热膜啊，肠啊，比如说大肠小肠啊，那胃里面的啊，然后要死这个脑啊。那另外啊，比如说胆汁啊、痰啊、脓啊、血啦、啊、汗啊，这些都液体的。那么这些就变成地跟水啊，这个是32生分，这个是32生分啊。那另外官身的部分也有这样的。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因为他底下讲啊，不管官内身、外身、内外身都是这样。都是于身不生觉观啊，那么这个是跟声闻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他说世事甚难啊，这件事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才要讲般若经啊，告诉你啊，因为他讲了，你如果这样观，有时候你直取了，你就会妨涅槃道啊。那你升起这个实在的想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啊，你不要生起啊，这个嗔啊、贪啊啊，然后这一些啊，这一些想法啊，觉跟观啊，粗略的分别观察，跟细微的分别观察，啊，粗略的分别观察跟细微的分别观察，啊，那这个是觉观啊。他说三念处亦如是。三念处就是受心法啊，因为四念处是身受心法嘛。现在讲身，那受也是一样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一样。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啊，都一样啊。那么其他的啊，四念处之外，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禅、四地啊，有关于四的法门啊，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好，那。这个是第21种，那接下来就是总说啊，还没有啊，就是其他分类法，不只是四法，前面讲三法，这里讲四法。那么另外所谓五法、六法、七法、八法啊，一般我们讲前面有讲，就到11法、12法都有人讲，然后甚至98法啊，那么108法啊，那84000法啊，非常多了啊，它有专门归类的。所以他这里讲啊，复次于经中说5众啊，那我们说过啊，翻玄奘是翻5蕴啊，那罗什是翻5众啊，那么之前啊都是翻5因啊，那像觉观啊，玄奘是翻巡视，罗什就翻觉观啊，就不一样。好，那么5受众啊，那5受众一般叫做5取运。啊，或是5受因，5道，啊，5道其实就是6道轮回的5道，啊，那么我们说到《大智度论》里面，有时候讲5道，有时候讲6道，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6道其实是佛陀早期都是讲5道，啊，都是讲5道，后来独子部一般被佛教判为外道，啊，复活外道。后来也承认他是佛教的一个部派，啊，那独子部有2个很特别的说法，一个就是讲6道，哈哈，那后来讲6道，其实大圣其实都接受6道的说法啊，本来没有特别没有阿修罗道，阿修罗在5道里面基本上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天啊，那么天底比较底下的那一些天兵天将。那有一些是阿修罗道的啊，或是夜叉啊，类似夜叉跟阿修罗又不一样啊，就是说个性比较不好的啊。那么一般的阿修罗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有功无德阿修罗，就是说他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的脾气不太好，个性不太好。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很好；你要有一点对不起他，他可以打死你啊，反正就是这样。那这种在其他道里面都有。啊，你对我好5分，我回报你7分；你对我好，你对我不好3分，我回报你8分。啊，反正就是像这样。他很愿意做善事，
他很乐于修功德，但你不要惹到他啊，那惹到他他会跟你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叫做只是向外做啊善事，他没有向内修品德啊。那这一类的基本上会归类到阿修罗里面，那智慧比较没有，所以他怀疑心很重，怀疑心很重啊。那么经里面说到这个佛陀跟这个道立天主在讲啊，讲四谛，那阿修罗就会怀疑，就是佛陀跟道立天说法，说完之后又跟阿修罗王说法，那么佛跟道立天也讲四谛，跟阿修罗王、跟道立天王也讲四谛，跟阿修罗王也讲四谛，讲一样的，但是阿修罗王因为没有去听佛跟道立天讲什么嘛。当佛跟他讲四谛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佛跟我讲四谛一定有保留，他一定跟道立天主讲五谛，他只跟我讲四谛，他就会有怀疑啊，他心里面有怀疑，疑神疑鬼的啊。那阿修罗这种特性后来独子不把他特别列为一道，特别一道啊，所以变成六道。这个是独子部，我们说独子部在佛教里面有两个讲的跟人不一样，一个就是他讲，人家讲五道，他讲六道，啊，那一个就是他，人家讲无我，佛法讲无我，他讲有一个不可说我，啊，那么有一个不可说法障啊，那立一个不可说我啊，这个是很特别的。那因为他立了一个非起运非离运我不可说我，所以。那么一般的佛教都把它列成复活外道，那现在我们不把它当作的复活外道，我们把它佛教的一个部派啊，独子部。好，那这里讲啊，于经中佛说五众啊，那么其实就是五蕴啊，那五蕴无常、苦、空、无我。那经于五众中亦说一法门故，那么故说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不行般若波罗蜜，色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受想行识无常，啊，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啊，那基本上啊是在说明《般若经》里面啊的一个所谓啊无常、苦、空、无我，啊，好，那么般若跟其他的经典讲的不一样，啊，那另外所谓五受众、五道。如是等种种无法门，亦如是啊，亦如是，也都是这样讲。其他六、七、八啊，比如说有六个六处啊，然后七觉知啊，八正道啊，种种了啊，种种九劫啊，那么十什么啊，我这一大堆啊，非常多这个术法，那么也都是这样。那么。如摩诃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啊，非常非常的多。说般若波罗蜜的因缘也无量无边啊，因为般若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般若波罗蜜也是无量无边。意思其实就是啊，因为主要是说般若说的跟其他一般声闻经典阿含经说的有不太一样。那其实它也不是不一样了，《般若经》其实是要回归，我们说过，《般若经》其实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啊，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佛陀，比如说佛陀讲这个五蕴，他并不是在告诉你，并不是在告诉你五蕴，因为部派认为五蕴是无我的，但是五蕴一一法是实有自性的。这个是部派的认为，就是一切部派里面最主要的是说一切有部嘛，就一切法有自性嘛，啊，这个我们再稍微讲一下。所以他这里讲啊，无蕴无常啊，是行般若波罗蜜啊。一切法啊，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蕴，可以说是十二处，啊，那么色。受想行识啊，那诸法无我啊，就是一切法无我啊，就受想行识无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哎，说讲讲多了就是六处，内六处外六处啊，也是一切法啊，内六处外六处，那其实是一样的啊，他只是把境界也拉进来啊，把境界也拉进来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基本上这五蕴，五蕴是无我的啊，无我，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我。那一般来讲啊，部派里面五蕴无我，五蕴无我这个是不管是生，不管是所有的部派都是。都是同意的，啊，这五蕴里面，这个我是有五蕴合合的，我是有五蕴合合的，所以我是不存在的，没有实在性，就好像这个房子有很多木板啦、桌子啦、椅子啦什么组合而成的，所以房子没有实在性，房子组合才有实在性，啊，就好像学校没有实在性，学校是有啊硬体加上学生、老师啊、校长这些组合成一个学校。这些房子拆掉的人离开了，这个学校哪里有啊？没有啊，一样的意思。那么，但是一一法，这个是一一法组成五蕴，我是由五蕴而合的，所以我不实在，不实在叫做自性啊，不实在。但是组合成我的这个不实在，但是组合成我的一一法实在。有自信，这也叫做法体，啊，它有实在性，啊，那么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般若经的立场来讲，这一一法也不实在，这一一法也不实在，其实也没有实在性，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符合所谓真正无我的说法，啊，但是后来就变成这个叫做人无我，这个叫做法有我。人无我，人是无我，人无我，但法有我，所以叫做说一切有部嘛。那般若经其实是要回归真正的无我，人无我，法也无我，所以叫做法空，所以叫做人空法空嘛。那就叫做诸法毕竟空啊，其实是这样，所以叫做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啊，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毕竟空，空无自性。那么这个是原来就是在说无我，一切法无我，啊，那其实它是要回归原来，就是说般若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对佛法误解的部分拉回来，回到佛陀最初原来的说法，无我的说法，因为这样你才能真正得解脱，啊，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他才会讲啊。这个观色是常啊，是无常啊。前面讲，若观色是常，常行，就是说你观色是常，观色是无常，这个都不是，因为前面就讲到了嘛，常无常，我无我，常无常，我无我，这个都是方便说，对治说。啊，那么真正的般若波罗蜜，非常非无常，非我非无我，无蕴非我非无我啊。那真正的般若蜜就是真正的佛的这个佛般若波罗蜜是离一切言语相嘛，心缘相，离常无常，我无我啊。所以他这里才会讲，菩萨若观色是常，然后是受想行识是常，那么这个不行般若波罗蜜。啊，这是佛告须菩提，啊，般若经，他已经般若经了。你观色是常，是无常，是我是无我，这个都不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波罗蜜，就行深般若波罗蜜，真正般若波罗蜜，拥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不执着常无常，啊，不执着无蕴我无我啊。那么不说这一些啊，就是说离这一些言语相，而知道一切法的实相啊，是在讲这个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般若波罗蜜，那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好，那么
如，那么这个是总说啊，这个般若因缘起法境，就是说般若蜜因缘起法，就是为什么说般若蜜，有非常多的说法，但是现在略举21世，他说因为因缘无量边，世事广故，经略说就是我现在举出啊21点。21个原因来讲般若蜜，只是略说。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因为这里主要在讲四悉檀。那么从四悉檀里面来说啊，我们把这个四悉檀做一个总结。导师应顺导师在这个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里面，那么有说到啊，这个四悉檀的这个总结啊。那么如果从整个佛法来讲，那么大乘法里面来讲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啊。他收在华语集里面，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这个是导师应顺导师总结所有佛法啊最后的一篇著作啊，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他写了那么多啊，这是他总结啊总结的一篇文章啊。好，那么这里啊，他放在华语集第4集里面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啊，华语集。啊，有4册，它放在第4册里面。好，那他讲到四悉檀啊，这个前面我们说过啊，好，我们把它写出来好了啊，四悉檀啊，就讲到四悉檀啊，写在这里好了。啊，第一个啊，这三册，世界悉檀。我们把所有有关四悉檀的都放在这里说啊，世界悉檀，悉檀就是终止欲趣了啊，那是适应俗情，方便诱导修习佛法。第二个啊，为人悉檀。啊，依众生根性爱好。依众生的根基啊，跟喜好。而应机说法。启发众生向上向善，依众生根基爱好而应机说法。启发众生向上向善。第三个啊，那么对治悉檀，对治众生的偏蔽过失。和说法，第4个啊，第1悉檀。
显示究竟真实啊。那么这个四七谈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就是对不同经典的分类啊，比如说啊，一般把大乘分解于初期大乘、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如果依大乘法来讲啊，依大乘法啊，大乘经来说啊，那么大乘基本上分啊，初期、后期跟秘密大乘啊，后期跟秘密大乘啊，秘密大乘。那么初期大乘里面啊，又分啊这个初期大乘里面啊，龙色印度教的啊这个秘密大乘啊。这个初级大乘空相应的啊，初级大乘又分两个啊，空相应的讲空相应的就是般若经啊。那么这个念佛生净土的啊，念佛啊生净土的，那么空相应的基本上初级大乘里面主要这两部分，那么空相应的啊，那这个是对治悉檀啊，那对治悉檀主要是说一切法空，除遣一切情止啊，对治悉檀，那么是对治，就是除遣一切情止啊，对治那些执有的，除遣。一切情止，除情止啊。那么这里啊，如果是念佛生净土的，那么为劝乐者说啊，一行诱导，这个都是对治悉檀啊，都是对治悉檀啊，这个都是对治悉檀，应该是这样啊。初期的这个都是对治悉檀。啊，这个是除情止，这个是意行诱导，诱导的，让他升起信心。这个都是对治悉檀，啊，这个是对治悉檀，对治啊，对治悉檀。那如果是讲如来藏的，为懈怠众生说的，这个是为人悉檀。啊，后期是如来藏，讲如来藏的，这个是为人悉檀，为人悉檀啊，主要是这个为懈怠众生说，心性本净，啊，为懈怠众生说，为懈怠众生说，这个是为人悉檀。啊，那这个是对治悉檀，那秘密大乘这个是秘密大乘，这个是龙色印度教的，啊，这个教理跟行理啊，那么这个是世界悉檀啊，世间的龙色印度教的，龙色当时的社会啊的风俗习惯啊，龙色印度教，这个是世界悉檀啊，主要是这样。啊，如果从大乘法来讲，那第一义悉檀呢？啊，就是佛自证的诸法实相。啊，那第一佛自证的诸法实相。这个是第一义。啊，从四悉檀来讲啊，对治悉檀、为人悉檀、世界悉檀跟第一义悉檀。好。那么这个是从大乘法里面来讲，好，
那如果从这个修多罗啊，这个不是从这个我们说九分教或三分教来讲啊，这个是从大乘法来讲啊，初期、后期、大乘。好，那么如果从三分教里面说啊，我们就是在这里讲啊，三分教里面说，三分教主要啊，这个修多罗起业记说啊，基本上最初佛说法有三种题材，那叫做三分啊，三分教啊，后来变成九分教，后来变成十二分教。那最初是三分教啊，变成十二分教，那我们就说三藏十二部啊，其实就是佛说法的三种题材，那其实是不同的。那么三分教里面啊，是修多罗起业记说，那记说又有分两个，如来记说、弟子记说啊。那弟说里面，记说里面有如来记说啊，或弟子记说啊，如来记说跟弟子记说。好，那么如果依三分教来分啊，就是我们讲总结来讲所谓的四悉檀 啊，那么这个修多罗啊，修多罗是第一悉檀啊，就是怎么来分这个四悉檀 啊，那么起业啊，就是来这样来分，如果依前面的所谓的初期大乘、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来讲啊，讲四悉檀，那么这里是从三分法的三分来讲啊，九分教啊，三分教啊，啊十二分教啊，这那主要是三分来讲啊，修多罗是第一悉檀，起业是世界悉檀啊，那记说里面啊，那么就是这个弟子记说，这个是啊，对治悉檀啊，好，弟子记说是对治悉檀，如来记说是为人悉檀啊，弟子记说是对治悉檀，如来记说是为人悉檀。所谓如来记说就是如来回答的了啊，那弟子记说是弟子回答的了。好，那么这个是从所谓的三分教里面来说，那如果从四阿含里面来说啊，就四阿含，那阿含经里面都有三分教，那么如果从四阿含里面讲啊，四阿含里面讲啊，那这个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啊，四阿含。杂阿含啊，中阿含、长阿含、真一阿含。好，那杂阿含基本上是第一义悉檀啊，杂阿含是这个第一义悉檀，中阿含是对治悉檀，就是说我们说四悉檀就各个不同的分类来说了啊，从大乘法、从三分教、从四阿含啊，这小乘法就声闻法、声闻法、菩萨法啊，那么这个中阿含是这个对治悉檀，那长阿含是世界悉檀，真一阿含是为人悉檀啊，这个依这个觉音所说的《清净道论》说的啊，那这个叫做显扬真义啊，显扬真义啊，显扬真义，这个是依《清净道论》说的了啊。那这个叫做破次犹豫，就大略分了啊。那这个叫做吉祥越狱，那这个叫做满足需求，那印顺老师的说法就是以甚深法义为主。好，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那阿含经里面都有所谓的三分教。好，那这个第一义啊，这印顺导师，这个是觉音的说法
那一生导师的说法啊，就是这个第一啊，这个我们写在这里好了啊，就是说这个第一对峙世界为人啊，那么第一它是这个甚深法为主，以甚深法为主，就是杂阿含啊，杂阿含啊，以甚深法为主，以说甚深法为主。这个是所谓第一义悉檀，那么中阿含啊是这个对峙悉檀啊，这个是杂阿含，这个是中阿含，这个是对峙悉檀。对峙悉檀是以分别觉者为主，破次犹豫，分别觉者为主。就是它的一个里面的内容啊，那么这个世界悉檀，这个是常阿含，常阿含是世界悉檀，这个是在里面主要是在说佛超越天魔范为主，以佛超越天魔范为主，这个是以分别觉者为主，这个是以佛超越天魔范为主，超越外道天魔范啊，天魔范跟外道，天魔范外道为主，里面的内容啊，里面的内容是讲这样啊为主啊。那么这个是世界悉檀，这个是对峙悉檀，这个是第几？那真义阿含，真义阿含是为人悉檀啊。我们从四悉檀来讲啊，那它是以这个教化弟子是出是善为主啊，教化弟子，以教化弟子世间啊，在家跟出，在家就世间的，那出家就出世间的，是出世间善法为主啊，是出世间的善法，善法为主啊，就是不同的，这个是觉因的说法啊，这个是导师的说法，因顺导师的说法啊，因顺导师就是啊一样，第一对峙世界啊，这真阿含。那么如果是南传的，基本上就是相应部啊，相应部、中部、长部啊、真知部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是所谓的四悉檀的不同的分法。那么大智度论的呢？我看一下，现在时间到了吗？哈，还没有。好，那大智度论的说法，好，我们写在这里。如果依大智度论的说法，现在我们讲到最后了啊，它四悉檀。如果依大智度论的说法啊。世界悉檀，有我有人有业有报啊，这个是世界悉檀，有我有人有业有报，说这个是世界悉檀啊。那如果讲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有过去有未来，有作者爱者，有无作者受者啊，那么这个是为人悉檀啊，为人悉檀是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那么有过去有未来啊，
等等这些了啊，有作者受者啊，无作者受者啊，有作者受者，无作者受者，有作者啊受者啊，或是说无作者受者，这个都是为人希谈啊，就针对啊那么人说的啊，那么对治希谈啊，就是不净观啊啊，对治希谈啊，前面讲的啊，五停心观啊，这个不净观啊，因缘观啊，那么他没有讲五停心，他是讲不净不净观啊，那基本上五停心观都是的啊，不净观、慈心观啊，他主要讲这三个，慈心观啊，因缘观啊，这个都是对治希谈因缘观。另外啊，讲到无常苦无我观啊，无常观、无常苦、无我观啊，这个都是对治希谈啊，无我观这个都对治希谈。那第一希谈呢啊，离一切细论。第一希谈有两种啊，分可说不可说啊，把这擦掉好了。第一义希谈，它分可说不可说啊。如果依这个大智论里面这边说的啊，分可说不可说，可说或不可说的。那么可说的啊，那么无我无人无作者受者啊，无我无人。无我无人啊，无作者无受者，那么不可说的离一切细论啊，非言语啊，离一切细论就没有啊，就不能说了啊，离一切细论啊，这些全部都是啊细论，离一切细论啊，这前面有说了啊。那这个是从大智论里面的四希谈。好，那大概我们总结啊，就是所谓的四希谈啊，那么这个是佛说法的四个宗趣。那这个从如果从四阿含里面来讲啊，那么就是杂阿含啊比较是这个第一希谈，那中阿含比较是对治希谈，长阿含比较是世界希谈，那么真义阿含比较是为人希谈。那阿含里面的三分教来讲啊，修多罗是第一希谈啊，那企业是世界希谈，弟子记说是对治希谈啊，那么如来记说是为人希谈啊。那如果从这个是声闻阿含经，如果从大圣经来讲，大圣经来讲啊，那么初期大圣里面的空相应经典，那么这个是对治希谈。那初期大圣里面的啊，这个念佛生净土的经典来讲，这个是为人希谈啊。那后期大圣里面的如来藏，这个是为人希谈。那如果秘密大圣，这个是世界希谈啊。那第一希谈就是诸佛自证的诸法实相。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希谈总说啊，四希谈的一个总说。好，那四希谈讲完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他啊，这时间差不多到了啊，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整个，就是他从一开始那么讲啊，因为这个是卷一而已啊，那这是第一品是在讲这个啊，那底下开始就是讲经，那经从如是我闻开始说啊，开始说，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就是把我们前面上课的稍微先看一下啊，再来回顾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课就先到这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啊，我们先翻到第十一页里面来啊，
那首先它是大智度论，就是龙树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首先啊就是有一个归敬偈啊，归敬佛宝，归敬法宝，归敬僧宝，那么都是赞叹佛法僧的。那么接着就讲啊，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啊？那么就是说，首先先归敬三宝啊，那归敬三宝之后，说说明为什么啊要写这一本大智度论。那大智度我们知道，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就是在解释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是属于中品般若的。好，那底下就举了21件事啊，就是为什么要说佛，先说佛，因为他先讲为什么要写大智度论，应该要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先说佛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有说摩诃般若蜜跟没有说摩诃般若蜜差别在哪里啊？那就举了21件事。那这21件事就是我们啊，那么讲大智度论一直在解释的这21件啊。那么第一件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第一件啊，就是未来佛弥勒菩萨说啊般若啊。第二个就是要让众生啊念佛三昧更增益啊。第三件啊，要讲甚深法轮，要转甚深法轮啊，般若甚深嘛。那么第四件啊，要让众生啊认为啊佛不是一切智人啊，就是要断众生已有一切智人。第五个要出世，要示诸法实相啊。那第六个要断他共高我慢啊。那第七个要让大家相信信受啊，佛是大师，实力是无所谓啊，有18不共法，世间最上的。那第八个要让众生生欢喜啊，那么能够在般若里面啊，能够在一切法里面，那么能够得到利益啊，就生欢喜，那么能够深入经藏，那么从佛法中得到利益。第九个啊，要断众生的啊这个烦恼啊，那么做大医王。那么第十个要断众生邪见啊，这我们稍微回顾看一下啊。那第十一个啊，让众生入中道啊，离苦乐两边入中道啊。第十二个啊，要让众生知道啊，供养生生法身的佛，生生佛跟法身佛，生生佛主要是法身佛，法身就是般若波罗蜜，供养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如法修行啊，最主要是这样，就是讲这个般若波罗蜜，让众生能够依般若波罗蜜而修行。那么《般若经》里面说到，假设菩萨摩诃萨能够依般若波罗蜜中说的修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就是你与法相应。你与法相应，你就能够跟佛相应。你只要与法相应，你就能够跟诸佛菩萨感应，啊，而不是去求感应啊，不是，而是你只要与法相应啊。所以主要是在供养法身，啊，法身佛，法身佛就是般若，啊。那另外再说明真正的啊这个阿不退转啊不退转的相，那么这个底下都是般若经里面的内容啊，这里面都是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经里面的内容。龙树把摩诃般若波罗经里面主要的内容举出21点啊。那所以啊，里面有在讲阿比拔智的，那里面在讲摩氏的，就是你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功，障碍到底在哪里啊？那么这个也是般若经里面摩氏品里面主要的一个在说明的。那另外第15个是啊，要受三圣偈啊。那第16个是要讲地蕴悉檀啊。那里面就说到啊，这个四悉檀啊。那我们刚才已经总结四悉檀。好，那之外啊，之外就是啊，就里面都地名都在讲这个啊，然后一直就翻到啊，就那16啊，我们看啊，就是。16是要说地蕴悉檀啊，那17我们来看在哪里。第一句、第二句。好，那我们在17是一直要到第24页了。
要引这个过去啊跟佛学习的这些大论师，让人家能够信入佛法啊。这是这些外道啊，这些当时有名的人都进入佛法。第十八个是要说诸法实相啊，第十九个要说无证论处，第二十个要说非三法门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以一法门说诸法门啊。那这个是整个融述依着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说明佛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我就是融述为什么要依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做论来解说，因为般若经很重要，那么所以融述要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当跟大家解释。好，那么这个是还没解释般若经之前啊，融述先说的这一品啊，说的这一品。那底下就是从如是 我们开始解释。那刚开始融述解释经典，就是大般若，就是大智尊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非常详细，前面非常详细，到了后面啊就概说，前面是细说。那你看如是我闻，从如是什么是如，什么是是，什么是如是，什么是我，什么是闻，什么是如是我闻啊，就解释非常多了，就解释非常多啊。那在说明些什么啊？那这个是前面都非常详细，都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解释。那后面就是一串一串啊，就是前面都解释过了，后面就不太多解释了。那这个是大智论的一个特点啊。那它号称是佛教的百科全书，把当时所有啊相关的都引进来啊来说。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